我是因为太紧张所以才说错话的。我们终于结婚了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嗯，我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叫你一声老婆。什么事啊老公？老婆。嗯嗯，等一下你先去洗澡快点。嗯，去。好，那你等我，我很快的。如果你想知道，就按以下的网址连接。